員，你哋話係邊一個啊？我哋齊啲一齊講呢個名字出嚟，英文嘅好，一二三。有請朱志賢、明熙，升格十年最傑出學員。哇！歡迎曬朱志賢、明熙。佢咧係榮獲第一屆星夢嘅三秒冠軍，然之後正式入行，大受歡迎，喺樂壇佔一席位。希望朱志賢、明熙咧繼續喺舞台上面發光發亮，我哋支持你啊！喺呢個感人嘅時刻咧，我知道 Miss Leo 有好多説話想同大家分享嘅。以下嘅時間，我哋交俾 Leo 校長。突然間黐住喺我隔離，唔知講咩好啲。我冇諗到咧，第一就係、是、哇，我哋朱志而家真係大個女啦。咁啊，我亦都好多謝朱志今日咁隆重其事我哋嘅十周年，著到咁靚，仲要咧唔覺意咁，其實我同朱志係襯咗嘅。我哋呢啲默契咧就係冇得講噶啦，真係。你有冇嘢想講？啊，你有啊？啊，少少好啦，咁你講。哇，你有少少嘢講係好好大件事嘅，大家知唔知？朱志有少少嘢講。OK。首先咧，好恭喜各位嘅表演者，希望大家都會享受舞台上面嘅演出。然後，其實我講嘢同溺水咁樣，都係有限公司，但係。我亦都好開心可以喺星格學唱歌，然後亦都好開心可以喺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，然後做到對的事情。咁就係對的人，大家知唔知係邊個啊 ？Leo 老師，冇錯。咁然後其實我一直好依賴住 Leo 老師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上佢嘅課堂係一個非常之有安全感嘅課堂。然後亦都係佢教導我咧，係除咗唱歌之外，其實最更加重要嘅係一啲人生嘅經歷。因為其實我嘅經歷唔係算太多，但係好多謝 Cleo 老師陪我經歷住所有嘅事情。所以無論喺一啲什麼時候嘅場合，其實我唱嘅歌都係老師教俾我嘅歌。然後做嘅事情，可能有陣時都係老師傳授嘅一啲經歷或者一啲經驗，咁所以好開心可以遇到 Cleo 老師，亦都開心可以喺星格度學到唱歌，然後亦都好開心可以攞到星格嘅獎項，咁所以哇，好順暢啊！老師你係咪要喊？其實咧，我準備個紙巾，即係你抹手汗嗰張紙巾。其實我係好驚我自己喊嘅，咁所以咧我就收埋咗，係啦，咁我就擺咗度。但係我今日有少少嘅堅強，所以抹佢已經濕嘅。有少少嘅手汗，意義。喺度再一次多謝曬我哋星格十週年最佳學員朱志賢、明熙。多謝朱志賢。而家都唔理本身想講咩啦，而家想講咩講咩啦。我想講，升格出嚟嘅學生係可以靠自己去成功嘅。我哋相信每一個年輕人，又或者每一個喺台上面嘅人，有夢想嘅人，佢哋係不分年齡，不分。任何種族顏色，不分任何階層，無論你是一個家財萬貫的人又好，你是一個白手興家，你是一個努力掙扎求存在度拼搏緊嘅人都好，企到上呢個舞台上面咧，大家都是因為音樂而平等，大家都是一樣的，因為無論你的背景如何。
你一定要付出足够的努力，企喺度，你哋先会见到今晚嘅表演。大家觉得佢哋精彩吗？每一个企喺舞台上面嘅人，佢背后嘅付出咧，系大家冇办法想象嘅。好似 Gigi 咁，佢付出嘅所有呢咁多年嚟，系大家冇办法想象嘅。佢亦都代表咗升格嘅精神，嗰种不屈不挠，嗰种强韧，嗰种无论面对任何成败又好，任何嘅正反面的任何意见，他都是用永远最谦虚，永远都是永远希望今次比上一次再进步一些，进步一些的心态，这个也都是成为了我们所有同学以后的榜样。我们很希望要回这张纸巾， OK, 我们 share。 我真的很 proud of 你主持人朱仲，即我想讲，喺一个教学嘅历程上，或者喺一个学院十年嘅历程嘅过程里面咧，系人来人往嘅。我哋真系确实俾咗好多心机，我哋好希望栽培一啲人，哪怕睇到佢有一点点嘅能力。我哋做老师，我哋去教一个学生，睇一个学生，我哋要喺佢哋每一个睇到自己嗰个优点，佢睇到佢自己好之前，你要睇到佢嘅好，喺佢相信自己做到之前，你要相信佢做到，你要好准确咁样判断到佢点样可以更加好。而花咗咁多心机时间，这个过程唔系每一个人佢都会陪我哋走住呢十年。但是 Gigi 同我哋台上面好多已经喺呢度十年嘅老师学生，佢哋真係不离不弃。好似 Gigi 咁，佢已经成名啦，佢已经喺佢嘅事业上面，喺呢个歌唱嘅梦想里面，佢已经有一啲啲嘅成果，有一啲啲嘅成就啦。但係佢今晚仲係企喺呢个舞台上面，突然间变咗咁多张嘅。他仲系企喺呢个舞台上面，佢仲系企喺升格呢个台上面，一个怀住几有感恩心嘅人，亦都系因为咁，佢可以喺呢条路度走得咁远。我真系好感谢 Gigi， 感谢姑丈，感谢当初姑丈自己嚟报名学唱歌，拣咗我哋，咁都俾你拣中，我哋真系好彩啦！最後咧，琴日咧，我咁樣望住大家啦 ，rehearsal 嘅時候，跟住我望到冠軍級歌唱學府呢幾個字，唔知點解突然間心裡面好感動，因為我想話俾大家知，呢個唔係一個宣傳，唔係一個 marketing， 呢個係個事實。我哋呢十年嚟真係好努力，培育咗唔少嘅人，而佢哋真係開始有成就，真係企喺台上面得到大家嘅肯定。我想最後講呢一句就係，我想多謝每一個選擇嚟升格嘅人，因為選擇升格嘅人係有眼光，而留得喺升格嘅人係有實力。多謝你哋。同時我們升格都有重視傳承的，這個時候不如我們有請冠軍級升級，我們升格的十週年最佳學員朱志賢